线头也捋完了，嗯，啊，藕断丝也连了，词儿还真多了，可以丰富起来了。赶紧赶紧，我刷完了，这回真有资格了，这回。来来来，兄弟来，哦，跟各位讲规则，哎，慢慢讲。特别动听字啊，这层啊，强词夺理，强词夺理。听裁判口令，从散落的词卡中抢听到的词，率先抢到四个词的人造句讲故事，将裁判逗乐记为过关。把你逗笑了就通关了。好的好的，明白了哥。你会笑的是吧？尽可能不笑就不笑。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会掐我自己的大腿根儿。我都觉得你这上边的词都不够用。你能笑吗？啊，我有这功能。哎，什么叫有这功能？就是我能笑啊，我这个就是笑肌是正常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老秦，咱俩开始。好，来，第一个词啊，我找找看啊。诗书，诗书，诗书。哦。哥。啊啊，这么玩的啊！哎呀，这个就比较难了啊！年终奖，你抢啊你！啊，哥姐，这不好找哥。是，我知道。怎么上那去了？怎么上那去了？然后下一个词就是臭脚，是吗？哎，哇，刘晓婷都有外援啊！好家伙，这现在是两队在 PK， 很焦灼，很焦灼。下一个词汇，注意听。以后你演艺路上，其实哥可以帮你的。什么词来着？什么词？眉毛。哎呀，寸了啊，寸了。巧了，巧了，巧了。哎呦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哥。下一个词，下一个词，于谦。又找找找找，这里有，这里。哎，你看，这就很自然了，哥啊，这显得很自然。这我还是不行，哥。嗯，不要放弃，因为这还有下一个环节。你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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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想怎么变心？你还想呢？哥讲。太可乐了，大哥走。什么？你这等会儿，你这讲故事啊！他骂我那句“滚”特别好听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咱几个比个赛啊！啊，重新来，我哥。老，咱四个吧，二哥我你啊，咱四个啊。我选了四个词，咱四个比赛，好看谁那个更可乐。我给你一套，你给老秦一套，老秦给二哥一套，二哥给我一套。对，哎哎哎，那评委你得听听啊。啊，你怎么不守关了？现在我已经拿到这个了，有没有愿意和我一组的？哟，你都上完楼了哦？这你要愿意，咱仨就可以走了，跟杨总了。哦，走吧。好了，来，咱接着玩，来接着玩。哎，哥，我没明白为什么这个就到了这个环节了。就是我是那 C 圈圈了，我是有可能正经就那个竞争 C 圈圈的。你看看，栾副总第一个到来啊！这个，但是我得先跟您说说讲讲。好呀，
我就是一定要坦诚，咱别编瞎话。十七层是我捡到的，十八层是我管老秦要来的。哦，我让保安给我刷了一下十九层，所以我就上来了。非常好，我也首先我很坦诚。对，我的想法呢，我也不当这 COO 了，我就在这儿待着。哎，我也不给人家搅和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不管用什么技巧和方法能够上来，这就是能力。因为做一个 COO 呢，你想这么一大公司，哎，是要你通过智力带领他们前进，而并不是通过你的力气啊。然后我就咱就再等会儿人家。别等会儿，还有别的工作呢啊。就这些颜色里边你更喜欢哪一款？是五个。比如你看，这有红色的、绿色的，还有白色的。我来这红色的吧。嘿，挺好啊，干这行都希望大红大紫啊。先拿着。你知道干嘛用吗？我不知道干嘛用，反正对面发给我，没给我亮这儿，就证明这很好，就说明成功了。对，你现在需要的是组建一个小团队。好，这个团队里边最少还要有俩人。哦，如果你这个能力爆棚，还能再找到两个。哦，那你就太棒了。好，凑齐了人之后，到地下车库去找我。好嘞，哎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地址，就是明天演出的那个地方。好，谁先到，谁有权利挑选舞台啊什么的。哎，哦，得嘞，谢谢您了。行了，去吧。嗯，哎，谢谢您，别客气。哎，嘿。说好的承诺呢？哎，没事，你们考你们的。杨雪狼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可惜，狼哥不知道要。他们答应好我的承诺，重复吗？拿到了吗，哥？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我他说对。哎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？愿意啊。那你就把他们考完，咱们地下车库就集合。但是咱得快，因为谁先走肯定会有便宜的。成，行，我知道。刚才说好没有举手的那几位啊，我会记住你们的。哎，哥几个，我先说两句行吗？打扰一下。行，您先说。我已经有了。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个？这我们这一组有五个人，我是那头。如果你们还想等，你等会儿，那五个人都谁呀、啊？没有，有我一个剩下，你们来呀、啊。他现在来拉人来了。哦，那我们还想考试。可以可以。我还想考考。好，我也想考考。那你考不考？我没有资格。你跟我不跟我搞一组？不是不是。我想跟孟哥一组。啊、好没关系没关系。我愿意跟你走一块。好没关系，行。咱们考完就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走吧。我走了，但是谁给你发卡？啊，不用发卡，走吧，走你的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怎么还踹呢？先看，用不着你，已经看不看，我们现在也不吃劲了，我们已经，你要不来，我们都已经道完别了，都再换见了，我们都已经，走。咱们下一步这干嘛去？去开车抢剧场去啊！哦，咱就有剧场了都。对呀、啊，只要够仨人就能走。不是，栾哥他们已经去了，没准人家已经集结完了呢。不就是刷卡吗？刷卡。怎么又来一帮？刚才就不应该听你们的，就让人家给涮了。怎么了？栾哥，人家这层没过，人家直接都师傅那儿去完了，酒席带走了。酒席带走了。他把那几个被淘汰的人都带走了。对，对，是那俩都是淘汰。还有俩呀、啊，九良在这儿呢。对，对吧？咱七个先套伙了呗。对对，咱必须套伙了。一会儿去了选队，咱也七个捆一块了啊。对，守关的都没了，咱仨走吧。好，月月，因为现在守关的人消失了，现在您这边的守关人呢？是，我什么？你守关了？我那太有意思了。我们先玩这个。郭德纲，那不，哎，我够不着啊。啊，这回我再选一个啊。啊，风口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谢哥，好玩好玩，这个游戏好玩。哎哎，好，栾哥，怎么了？想跟我们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你当着孟哥的面问我，我能跟您吗？给人写一名。刚才你，哎，
哎呀，给我着急了！我不管别的，跟我走都行。那帮人都不靠谱，我告诉你们。咱们现在是什么计划？问师傅。哎，师傅，哎，等会儿，就别乱啊，师傅。栾平。哎，我们已经凑够四个人了，我们在地下车库等您了。你凑够四个人了？对，这仨人谁呀？我给仨裁判全带走了。好家伙，你让他们说一句，我听听是不是真的。师傅，我是九良。师傅，我是九西。师傅，我是杨九郎。行嘞，你们仨都认同跟栾云平去是吧？对。那行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们记一下地址吧，栾云平。您说，你搜一下1933老厂房。老厂，这是房。好，有了，有了。好嘞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你们去吧，去吧。注意安全。好嘞，拜拜，师傅。把安全带都系上。嘿，走。一共九个人，咱拉来了四个人，对，还有五个。那有一个组肯定是建立不起来了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他们只有五个人，他们还想争一争那个头是吧？估计有点不老团结了。我先说啊，栾云平副总跳槽到德云社，长时间不演出，放假他。结果扣的一分钱都没有，漂亮！哎，我都说好，这我都说好，行，这行，怎么样？咱甭管可乐不可乐，解气，是挺过瘾的，挺过解气。但你这词儿说实话组织的一般，你再想想有没有更狠的，就看有没有开。哎，我得来，看有没有开除啊什么的那种。我这是副总，鞭炮，喝，哎，天花板，喝酒，很期待啊。啊。说有一天呀、啊，这个栾云平啊，是咱们这儿的副总，哎对，然后赶上呢师傅啊，这个过生日，喝了点酒，然后呢，这个有一个庆祝活动，就是他去呢，去点鞭炮去，点着鞭炮呢，就把他就崩到天花板上了。你看看你怎么编，你给他编也好撕，咱就都这四张啊。假设有一天我们都老了，就是好比就是这个场景，我们现在都是老头，就在这聊天儿。都在的，都在的，在呢啊。栾云平啊，不好的人呢、啊，德云副总、啊，那是德云社的天花板呢、啊。临了，喝点酒，扔炮。给封死了，哪年的事儿啊？我给忘了。哎，就今天2020年9月6号。今天几号啊？这吐槽大会啊，这是。就是这回忆这种感觉挺好哈。这么多师兄弟啊，就是说，如果真是咱们到老了那天，真正让你能马上回忆起来的一个人，可能就是栾云平。你细琢磨，我恨到那会儿，在这儿比上楼开心，我就在这儿了。